尺寸 S M L 卖正常尺寸就好，我是 S 就穿 S， M 号就穿 M 号。好，来到秋冬很少有这种九分裤，这个啊真的好舒服，又是一条神裤。它是什么材质？它也是斜纹布，但是它是有点像牛仔斜纹布。来提醒大家，里面有微微的刷毛，但是海外的粉丝只要听到刷毛，请你不要害怕，我已经讲了，很微微。再来，口袋是一定要有的。那再来，它就是做一个很经典的双口袋牛仔裤的一个造型哦。那我呢，当然第一套也是给大家看最清楚、最标准，所以呢，就是素素的穿平底鞋给大家看。俊俊穿的是 M 号，因为我这边比较宽，比较有肉肉，所以你就正常带你的尺码，就不要带大带小哦。然后你看我穿白色，是不是也瘦？真的是非常瘦，而且它整件我觉得弹性宽度都非常好。你如果要买浅色裤子，礼貌一点，你本来就要穿浅色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